大家好，我是美聯物業 Andy。Hello， 我是美聯物業 Hannah。Hannah， 今次我哋得閒去睇樓，嚟到馬鞍山市中心，睇啲咩呢？我哋今日會睇雅典居，睇一個複式嘅單位，仲要唔止一個，係兩個添。哇，係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出發 ，Let's go！雅典居位于马鞍山西沙路68号，由新鸿基地产发展，一共有10座，提供1064个单位。雅典居运用了希腊的宫殿设计，门口还设有台阶和人工瀑布，环境宁静优雅。今次带大家来到这个相连的复式单位，现在我们身处在客厅的位置，而客厅的旁边就有一个隐藏式的工人房。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睇。而飯廳嘅位置擺放咗8人嘅大飯台，帶大家睇埋個廚房啦。廚房嘅設備齊全，而且仲有足夠嘅工作台面。咦 ，Hannah， 點解你會喺度嘅？哇，你睇下個景幾靚！而另一邊係小朋友嘅學習空間，見到採用咗唔同嘅顏色設計。而樓下呢一層亦都有一個下次連浴室。主人房享有落地弧形玻璃窗，享有吐露港海景同埋八仙嶺嘅山景。我哋上到嚟上面呢一层，睇一睇呢4间套房。你哋睇下呢间主人套房，洗手间用咗双洗手盆嘅设计，朝头早赶时间都冇问题啊！入到嚟见到呢张咁大嘅梳妆台同埋背面嘅衣帽间，啱晒中意打扮嘅你啦。呢间套房嘅特别之处就系连接咗平台，每一日都可以享受到咁靓嘅海景。嚟到第二间嘅套房，可以见到业主整咗张油压床，但系空间都依然非常宽敞。嚟到第三间嘅套房，一睇咁 colorful， 就知道系专为小朋友而设嘅 playground 啦。最后当然不少得最大间的主人套房，一入到嚟左手边就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衣帽间，而右手边就是一个套次连浴室。这间特大的主人套房基本上你想点摆都得，而最重要是走出去还有一个大露台，一样可以望到海景的。而屋苑仲特別設有接駁巴士，可以去到馬鞍山站、沙田站同大學站。沿住呢條3.2公里嘅海濱長廊散步同埋跑步都好舒服㗎。唔同你哋講咁多啦，我哋跑步先啦，拜拜。